哦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我又来了，花儿开了，猫儿也叫了，牛蛙也爱上了花甲。阿米今天就秘制一个牛蛙亮花甲开杆，准备四个牛蛙，两斤花甲。今天给我来个资格的花甲哈，平时买的都是沙甲，加水清洗哈。很多朋友会问哈，今天又是个什么神仙菜？这个菜别名是牛蛙亮上花甲哈。俗称牛蛙花甲耍朋友哈，这个花甲已经养了30天了。先把牛蛙盖单，稍微大块点，再加点清水浸泡，泡出血水。再把牛蛙腌制哈，放点盐巴，料酒，胡椒粉，红勺灰灰，左手搅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。准备点辅料姜水儿，全部切成颗颗，再切大量的泡椒，这个是宜山椒哈，一半切节子，一半切碎，再切点红泡椒菱形片，再切点青红椒点缀之用哈。再切点大葱就热，快起锅了再放。阿刚点火了，要得看看。烧油，六成油哎，下到牛蛙炸一下，炸2分钟后捞出备用啊，高温杀菌啊。锅要低油，加点猪油啊，六成油哎，下到泡椒末。黄灯笼椒酱，炒干水下炒出香味，再下入姜蒜泡椒，炒香以后再下入花甲，放少量白糖、盐巴，再下入牛蛙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盖上我的爱绿色，大火烧30分钟，时间到。再放入青红椒，再勾一点点薄芡，让它更饱味哈。要得了，起锅。放入水圆葱，这样一份非常下酒的牛蛙花甲耍朋友送给大家。就这个牛蛙亮花甲，我厚几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，阿娃请哦。要得，开干。现在这个花甲嘛，再吃牛蛙。阿公最我的最喜欢吃的是牛蛙，哎，不喜欢吃花甲哈。你这半根啥子吃出来是？那儿看那边是捡东门捡的是，知道不？那个这种半根儿哪儿有？你说活儿鱼啊？你说这儿？这海我这海海半根儿，你跟我说是？那不是活根儿捡的。哇，非常的鲜啊！哦，再配上这个金汤，不摆了。来吧，你牛蛙。牛蛙多少钱的？十大真牛蛙精，骗人啊！真的骗人，年纪越轻。这个黄灯笼椒酱哈有点辣哈，不能吃辣就少放点，或者不放啊，满足旅游啊。还有花生啥子？一点不少。那老板娘都养了4000多了。哎呀，花花姐，哎，这个本来有沙子才把我养的时间长的话就没啥子。哦，这个牛蛙和花甲耍两个啊，幸福的我们哈，这个才叫牛蛙花甲耍朋友，行吗？幸福的我们啊，这个又是海鲜了好吗？不便宜海鲜。我海带是谁？海带才便宜啊，是吧？对对，海带才最便宜。我海带就是海鲜啊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，给我先付了点钱关注我们。我当你，我们明天见，拜了个拜。